虽然都是鸡蛋，但实际营养大不相同。主厨洪昭胜说明，友善饲养母鸡的蛋壳明显较为健康，教导民众如何挑选健康新鲜的鸡蛋。我想我们主要是在推动下一代的饮食改革啦，从国中小学的营养午餐一路到这个大学的学生餐厅改造。那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如果我们这些优秀的大学孩子们都不了解食物的价值，然后我们的学校以及社会的观感还在推动，就是学校里面就是洗个短袜就好这样子的错误的饮食价值观的话，那离开大学以后，下一次有人教我们的孩子吃饭，很有可能就是这个医生了。所以我们基于这样子的一个出发点，我们认为学校的饮食应该可以有系统性的，然后有方法论的来去做改变。那因此我们就把政治大学的，我们现在成立了一个实验餐厅，在政治大学的行政大楼。那这个实验餐厅在做的事情有几个，第一个我们推广动物福利、土地友善跟生态永续的食材，我们把它融合在餐点里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透过办一些活动或支持学生办一些活动，让他们知道说，哎，其实食物可以这么的美好，然后让他们有机会觉得，哦，这是很棒的 cheese， 这是很棒的鸡蛋做出来的料理。透过他们先喜欢这些食物，然后认识到说这些食物其实背后有这样子的故事，然后让他们知道说，哎，你看那个很便宜的鸡蛋，用手指头一敲它就破掉了，那个就是在关在一个 A4 的笼子里面养出来的这种笼饲的蛋鸡。而你看看我们现在使用的这个鸡蛋，它的蛋壳如此的坚硬，然后我们告诉他们说，蛋壳的薄与这个薄脆与硬的差别是什么？差别在于这是母鸡保护它的孩子最重要最重要的这个盾牌。但如果它的身体不健康，它就没有办法给予它的孩子很充分的保育。我们用这样子的方法去让孩子知道说，哦，所以以后我们走去这个超市买鸡蛋，走去家乐福买鸡蛋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说，我们不应该为了省这两块钱、省三块钱而选择一个母鸡没有办法生出很好品质的蛋，然后我们吃下去也是这个体弱多病的这样子的一个蛋。台北市政府宣导动物友善农产品，也鼓励市民支持动物友善消费，邀请响应的通路卖场、供应商与业者、餐厅一同来推广，齐心展现尊重动物决心。台北市我们首创全国之先，推动动物友善的福利农产品，今天是一个推动记者会，我要谢谢我们所有在这当中参与推动的每一位伙伴，以及我们产业局大力的协助，让我们今天能够正式的对外宣布，我们台北市能够倡议动物友善的农产品。其实印度的圣雄甘地曾经说过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刻，他说一个国家的道德程度以及文明程度是看这个国家对待动物的方式。所以一直到现在，我们台北市既然身为首善之都，我们一定要走在全国的最前面。所以当我们谈到动物保护啊、宠物友善，我们有没有办法做得更多、更进一步，落实在日常的生活，甚至让我们的孩子、我们下一代有更清楚的认识跟了解。所以这一次我们结合了这么多的企业、餐厅、伙伴，大家一起共襄盛举，所以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我们能够共同来支持这样的倡议。那另一方面，我们不只创全国之先啊，我们同样的在台北市，我们除了今年上半年我们透过各项宠物友善的政策啊，捷运专车、国公园等等，以及搭配各项的生命教育，在校园当中开始散播开来。那另一方面，其实很重要，我也在这边啊正式宣布，从下个学期开始，台北市我们从国小、国中、高中都会吃到一次动物友善的福利蛋，而且会导入生命教育、食农教育，让孩子从国小、国中、高中在台北市认识到动物福利、动物友善。目前台湾生产鸡蛋鸡，也就是我们的生产鸡蛋的鸽子笼母鸡的处境，
他们一辈子被关在小小的笼子里面，三到四只母鸡就被塞在不到 A4 纸张大小的笼子里。那我们到底要怎么去跟我们的孩子说，因为我们要吃廉价的便宜的鸡蛋，所以我们得这样残虐母鸡的身心。好，那这件事情涉及什么？还涉及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人类的永续。大家知道 COVID-19 现在看起来好像稍微缓和了一点，但是还有一只病毒其实一直虎视眈眈，就是禽流感。禽流感一直在变异，它的碱基就 H1N1 H7N9 H5N8 它一直在变。它为什么可以一直变？因为我们把母鸡制造成一个病弱的载体，我们让它们完全没有办法维护自己的健康，能够让它们有抵抗自己疾病的能力。所以我想这是今天我觉得市长跟产发局能够引领成一个首，我们成为真的是台北市是一个领头羊，能够率先举办这一场记者会一个很重要的意义。谢谢。所以我要期许市长，刚刚看到格子笼的这个蛋鸡，我们要如何告诉孩子什么是生命教育，什么是食农教育？所以日本政府其实宣布他们的所有的会议餐食一律用非笼饲鸡蛋。所以市长，我很期待我们台北市所有的餐食，因为我本身是动物保护咨询委员，每次开会的时候都会有餐盒，未来这个餐盒能不能够其实供应的是非笼饲鸡蛋，其实是我们学童的营养午餐。我也很希望市长能够有一个更清楚明确的政策，市长一句话绝对可以带动我们其乡下就是 其他城乡的产业的转型。民众支持友善畜牧，可以透过购买友善动物认证标章的产品，用吃的方式来支持重视动物福利的餐饮企业，也鼓励从事畜牧的生产者转型并优化符合经济动物天性的友善饲养环境。记者翁俊台北报道。